一万个舍不得让大家开始认识庄心妍，而在一年之后，庄心妍第二张个人大碟一直想着她正式发行。11月26号，庄心妍携新专辑在京举办了媒体见面会。经过一年的历练，庄心妍此番力求突破，首度挑战舞曲《爱美无罪》，热火黑丝搭配性感的舞步，一向主打情歌的庄心妍看上去野性十足。新专辑为了能带给歌迷耳目一新的感觉，庄心妍在曲风方面力求突破以往的套路，就连造型都费了不少心思。发布会现场，她就上演了一出临时变装。哇哦！谢谢。